刚才你搞错了那一首诗歌啊，很好的，然后有机会可以学学，因为那个是有平安在我心，那个是我们人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福气。外面没有平安，但是心里面有平安就好了，老太太对不对？心里面有平安是非常要紧的，所以如果你能够学会唱那首歌啊，就很好了。 试试看，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研究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讲到彼此认罪。世界上有很多人呢，他们是利用圣经，好像利用圣经来为自己创造职业，好像找几个人愿意跟随他的、听他说的。 他说服一般人，然后自己就做牧师，然后搞一个教会，到处筹款。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有这个本事，但是我陈秋汉呢，一辈子没有这个本事，我只是要追求圣经里面真理。所以有一些人呢，利用这句话，雅各书5章16节，雅各书5章16节。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得医治。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这里有一样彼此认罪，第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得医治。然后下面有一人祷告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。他们呢只是用这一句彼此认罪。 这是英文，我们今天不敢。有些宗派教会用这经文做根据，规定年轻教友向年长的教友认罪，而且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打个电话给你那个安排好，你向谁认罪，他向谁认罪，你就向那个教会指定。 向他认罪的那一个弟兄或者姐妹，然后才睡觉，把你今天那一天所犯的罪，把他认了以后才睡觉。他们非常成功，50年之内发展到全世界，甚至欧洲也有他们的教友、他们的教会，发展得非常好。他们特别是。 控制这些大学生，就用这个方法控制他们。他们就用这些圣经，说你们要彼此认罪。因为大概是20年前，我们这有个年轻人呢，也给这些哦，我刚才说50年，是因为他们过去大约3年前。 这个宗派已经认罪悔改，知道他们是错的，所以现在他们把名字教会名字都改掉了。但是呢，大概是20年前，我们这有一位年轻弟兄，也给他们抓到了，但是呢，他觉得这个不好，心里面非常不平安，所以就哭起来，然后他打电话给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 这一班人呢，既然来找我他，我说你放心，他什么时候叫你去认罪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不行了。我说他们指派你要向谁认罪，我跟你一起去给他又好。所以呢，我就去了，跟着他带着他一起去。他那个领袖啊，就住在杰美港那边。 我一辈子记得，我带着录音机，然后呢，我进去给他打个招呼，啊，我们这里有一位年轻人，根据你们的教导，他要来你那这里认罪，好，你们是根据他们是根据雅各书5章16节彼此认罪，啊，彼此认罪，所以我就把录音机摆下来。 好，你比他年纪大，
你比较大，年纪大，经验多，你先认罪。我这个录音机把它录下来，等一下不要忘记。他说，他立刻就定在那里，不认罪了。他，我说圣经说彼此认罪，啊，你大的应该做个榜样，先认罪，然后呢，就他认罪，我做评判。 我做见证，他就不搞了。啊，世界上有这种人，我一辈子搞了好几次 ，OK， 就是这些人。这也说彼此认罪吧，他只是年轻向老的认罪。我一听起来就觉得不对路了。啊，有些宗派他就这样，后来这个宗派大概几年前他们已经搞自己搞垮了。 但是呢，我也要知道，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利用圣经，他不是信耶稣，信耶稣是一个假的招牌来做号召，但是其实他们不是信耶稣，也不明白圣经讲什么。他们这个规定我一听见就甚就不妥，因为经文明明是说彼此认罪，他们只是单方面认罪。 年少的向年长的认罪，你信对不对？他们是这样，但是圣经说彼此，啊，我一听见就是非常不妥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呢已经迷进去了，所以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。为什么规定年轻人向年长的人认罪呢？而不是依照圣经所说彼此认罪？中文、英文都有啊。 我认为所有信耶稣的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说信主的人，信耶稣的人，都应当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信主的人必定是天性具备正义感。有时候我写的话意义很深的，你要小心的考虑，因为有时候我的话呢是两遍立的。 两面道的，两面道家的，全世界听见他们这样搞，如果他是信耶稣的，他就应该立刻知道，他的第六感觉啊，就应该知道，因为他的天性什么正义，信耶稣的人最主要是正义，圣经里说彼此认罪。 他们只是年轻向年长认罪，所有信耶稣的人一听见这句话，就应该觉得不妥当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我这里意思就是说，全世界所有听见这个话没有觉得不妥当，这些人呢不信耶稣的，明白吗？啊，这是我的话是两方面立的。 圣经里面到处两方面立的，这样一个一个到，这样一个一个到，一共有人要受伤的，那个利剑呢，两面两刃立的，所以凡是对这种话听见的这种话这种的做法，没有觉得不妥当的，他就一定不是信耶稣的，因为信耶稣的人，他必定具备。 这是天性正义感，这个正义感呢，立刻就觉得非常不对。凡是有正义感的人，一听见就自然会有这个感觉，就是不妥当。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不妥当，不妥当在什么地方，那就是不妥当。啊，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感觉，这是自然的天性。 有些宗派教会规定，叫有像他们的祭司 priest， 我们中文翻译神父啊，认罪。你知道是谁了？这个很普遍，全世界很普遍。但是记得不要错，不要误会，美国这里这种教会不是最多，是我们 New England 这一区，美国东北这一区。
这种教会还算多，但是呢，在其他区非常少数，特别是越向南越少，少到有些好些地方连一个教会都没有。你知道我不说什么教会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有一种教会，他们是规定他们的信徒要向祭司。 就是他们，我们中文翻译为什么我国都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分翻译神父？以我这种人呢、啊，以我这种人来读啊，这个神父啊是非常不好的。他们我是因为这个神父可以这样解释，他不单只要做人的父，他还做上帝的父呢，看见吗？啊，我可以这样解释，明白？他胆敢要做神的父，那还要信耶稣吗？ 他是神的父亲呢，OK， 所以他英文呢就比较好了 ，priest， 啊 ，priest 应该解释是圣品人 ，priest，OK，、okay? 就是教会里面办事的人，但是他们翻译神父，啊，圣经翻译祭司，总而言之他们是规定教友要向他们认罪，所以这一方面呢。 也是不对，明白？要彼此认罪，所以如果你要叫他认罪，那个祭司应该向他认罪，明白是吧？应该他先认罪，然后呢就彼此认罪，你不能单方面，这也是没有这一档，不可能是信耶稣的人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你有意思吗？ 因为他是单方面没有双方面，圣经是彼此认罪，记得吗？头脑清醒。我们信耶稣的人头脑清醒，特别是早上，上帝恩典。我早上有很多时候头脑很清醒，上帝恩典。我说信主人要向天父认罪，啊，他们说。 这样，另外一些人又说那样，我胆敢说啊，我陈旧汉说，信主人要向天父认罪，和向那一位被你得罪的人认罪。你得罪了某人，你要去向他认罪，还有你要向神认罪，因为所有的犯罪都是得罪神的，就是。 得罪的那个，你要向他认罪，不要向其他。我是说不要，刚刚跟他们相反，我是说不要，我敢说不要，向其他人认罪，其他人不需要知道你犯了什么罪，这是最安全、最好的。OK， 你得罪了什么人，向他认罪，向天父认罪。 不需要向任何其他人认罪，这是我说的。我现在上帝恩典，现在我敢说我说的，他们可以说，我也可以说，明白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不要管他说，我要管圣经怎么说。所以上帝恩待我，我从小就敢这样讲这句话。 你那样说嘛好，我这样说。你说那个嘛，我说这个。啊，我就是从小就敢这样讲，上帝特别恩待我，活到现在，不得了啊！真是，啊，记得啊，你要听我的劝，人家其他人不需要知道你犯了什么罪。原因啊，现在讲原因，我们讲理由啊，信耶稣讲道也讲理。 所以我们叫做讲道理，而且是以圣经为根据，圣经怎么说的道理，不是你的道、他的道、人的道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很清楚的，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最好的榜样。我们来到哥林多不讲人的道，我们讲天上来的道，神的道，圣经的道。 约翰一书1章9节到10节，约翰一书9到10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
啊，记得认自己的罪，不要认人家的罪哈、啊。有很多人喜欢认人家的罪，就背后说人家是非了，明白没？是吧？要认人家怎么犯罪？这也是说要认自己的罪，不要认人家的罪。 OK， 所以你就不知道最好，啊，不知道是最好的，啊，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啊，是神能够赦我们的罪，是神能够洗净我们的不义，记得啊，所以你要向神认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撒谎的。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，这是原因。啊，等一下慢慢，我们一步步来的哈。所以现在你不完全了解，不要紧的，不要担心。等一下我一步步来的哈。总而言之，你要记得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必须要认自己的罪。神是信实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啊，这就是肯定的语气，赦免我们的罪，神要赦免我们的罪。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哎呀，我们千万，这里是说什么？千万不要说我们信了耶稣，受了洗，直到现在。我上一次告诉你们的，我接过一个电话，有人说他受洗40年以后，这40年从受洗到现在40年没有犯过一次的罪，我恭喜他，我不跟他吵。但是呢，我知道呢。 通常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是的，主耶稣说啊，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马太5章48节，完全就是嘛，没有犯罪，也不会犯罪，那就完全的意思。耶稣说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是有这个圣经啊教导。但是呢，我们得罪了的人。 是要在救恩里面长大，彼得前书2章2节，以弗所书4章12-13节。我们得救了的人，是要在救恩，在教会里面，在教这里说在教会里面，这里说在救恩里面，彼得前书2章2节，你们记得好好的把我的讲章啊，把它记下来。 如果你没有呢，可以到我的网站喜乐平安.org 啊，去那里拿，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不好。这里说我们得救的人要在救恩里面长大，这里说呢我们得救的人要在教会里面长大，啊，成长。 这里说要救恩，这里说教会，所以合起来，我们知道最要紧的是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慢慢长大的，就是好像从一个婴儿长到成人。得救的人在长大过程中犯错是不能避免的，那学这个英文字 ，inevitable。 它叫 inevitable， 就不能避免的。好像小孩子一直活到30岁，一定有几次，几次很少了，一定有几次犯错误。在长大过程里面，犯错是不能避免的，所有犯罪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在这里。 这一节罗马书3章23节说：“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犯罪就亏缺神的荣耀。好像孩子在外面犯罪作恶，就是羞辱他的父母，没有教养的好，所以人犯罪是羞辱。” 创造他们的天赋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在马太福音6章14-15节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些你们呢，就是耶稣的门徒。
就是信耶稣人，就是得救人，在教会里面，在教会里面得救人，在救恩里面长大人，还需要饶恕人。饶恕人的过犯，就是什么？会犯罪的意思，理解吗？你需要饶恕人，也需要人饶恕你，而且我们必须要神的饶恕。所以他这里讲得很清楚。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这里说要彼此饶恕，你得罪我，我饶恕你，我得罪你，你饶恕我，这就说明在长大过程中会犯错。耶稣说要这样彼此认罪。 啊，圣经有的，圣经有说，耶稣有教导，所以圣经的道理完全好的就是这点了。耶稣有教导要怎么样彼此认罪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圣经里有记载，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，若是你弟兄还讲清楚了啊，是弟兄得罪了你，要趁小心再去。 非常要紧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啊，背起来啊，很要紧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很清楚，上帝的恩典，我才能感谢神。你看见你就多棒这个机会，上帝的恩典，看见？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。 指出他的错，他若听你，你就得着你的弟兄了。他犯罪，他会跌倒，他会灭亡。但如果你指出他的错，他认罪了，他重新得救了，他也可以回来，他得救了。但是就现在我们最要紧这句，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他讲这里很清楚。 其他人不需要知道，明白吗？清清楚楚的这里，趁着他和你在一个地方没有其他人，明白？指出他，你上一次做这个事情得罪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就没有其他人，其他人不需要知道，很清楚的在这里，这一节非常清楚。 所以我说啊，三个心在这里，要趁只有他和你在一处指出他的错。今天我得罪你，我向你认罪；明天你得罪我，你向我认罪，是这样的彼此认罪，明白吗？清楚吗？有时候我犯错得罪你，我向你认罪；有时候你犯错得罪我。 你向我认罪，明白吗？这就叫什么？彼此认罪，理解吗？这就是彼此认罪。有时候你得罪人，有时候人得罪你，弟兄姐妹之间也有这些的。因为好像兄弟姐妹在家庭里面长大，长大过程中，如果他们没有彼此得罪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一定有的。 那不打架就行了，如果兄弟姐妹不打架已经算好了，打到血流流出来，手脚都断掉了，那就好了已经。如果你说兄弟几个人一起在家里面长大，在父母的照顾下面长大，一辈子没有打过架，一辈子没有犯过错，那没有得罪人，那是很少很少的，是不可能的事。 就是彼此认罪了，很清楚啊，就是这一句要记得啊。他若不听，啊，若是他不听，那当然趁着他自己的时候，他不肯听，他不听，就要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了。那你带一个或者两个，带一两个人同去，指出他的错。啊，你带一两个什么人？
你应该知道这个通常道理，明白？正义的也知道的，如果是知道亲眼看见的，那是最好的，明白？如果有一两个弟兄姐或者姐妹亲眼看见他这样得罪他，再见最好了。总而言之，是一两个。 那他若再不听，就告诉教会了。所以第一步，趁着他在一起的时候告诉他，然后第二步，才是带一两个去。第三步，告诉教会了。有些人连教会也不听，那就完蛋了。连教会也不听就完蛋了。 因为圣经不搞到法官那里去，那要上法庭了。他们世界上的人上法庭了，但是我们是教会是终点，到教会里面去了。教会当然都是教会里面领导啊，教会里长老啊，传道人啊等等，若再不听呢，连教会也不听，就当他是什么罪人了。 就回复成为罪人了，所以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，耶稣教导很清楚，怎么样彼此认罪。你趁着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叫他指出他的错，他肯认罪呢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了，就了结了。他英文不是说他是罪人，但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当时的罪人的意思。 pagan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tax collector就是收税的人。当时啊，为什么有这样记载？所以现在觉得当时收税的人很多贪污的，收税的人很贪污的。我不讲什么地方 ，OK？ 有些地方他们也以为收税的人呢是很贪污的。当时代的，总而言之，他罪人的意思了。 pagan 就不信耶稣拜菩萨的，然后 tax collector 是收税的。另外一个地方，路加福音17章3到4节，你们要谨慎。若是你们的弟兄得罪你，劝诫他，指示他的错，劝诫他。他若懊悔，你就要饶恕他。若是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7次回转。 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这是最终圣经记载。万一有这种情况，在我一辈子里面还没有发现有这种情况，很少有人一天得罪你7次，特别是我们这里这么忙，一天要见7次都见不来了，怎么有机会？总而言之，就是最近的一个方法。 如果你的弟兄就算很多时候我们是讲的最终的一个方法，明白意思吗？不是说你一天真是有一个人得罪你7次，总而言之就算他是这样，你还是要饶恕他，他肯认罪，肯懊悔，他也悔改了，他英文是悔改的意思。repent， 他讲 I repent， 我。 懊悔了，我悔改，以后不再做了。<咳>所以这里还有一件事情，大家一起思想一下，分享一下。他7次不是同一个罪，有些人提起来他变花样，是吧？他不是同一个罪，因为他说要他懊悔，因为他要 repent。repent 这个意思是什么？ 就我这一次做错了，以后不再做，以后不再做。他讲 repent 的意思，就这一次错了，以后不再错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7次，如果真的有7次，是7次不同东西的这罪，不同情况，不是7次还是一样，那不一定的。所以因为他这里这个，他用这个字。 OK， 不是 repeat 一样东西，还有，所以我一定要有这个
彼此认罪这件事情呢，特别是上面，如果弟兄一天弃事得罪你，弃事悔改，你弃事就要饶恕他。那么我们不是可以信了耶稣还可以是还可以犯罪吗？那不行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这个一定要把它搞清楚。主耶稣说，不要再犯罪。 乃是犯了罪之错了以后，不要再犯。在这方面呢，我是很敏感的。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会告诉他，这一次你做了哈，我饶恕你，没有第二次了。好像我们以前那个那些我们29年的中文班学生，我告诉他，普通的世界呢，他们是。 三次，我是说这一次我说清楚就算了啊，我没有第二次的啊。上个月一点，不要再犯罪。约翰福音5章5到14节，这有很长的故事，5到14节。这里讲到一个地方叫毕士大池啊，有许多病人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这里好像一个医院。 但是中间呢是个池，一个池，这个有泉水的池，好可能呢我不晓得什么，圣经里面只是有一个池，它旁边有很多病人。他说啊，圣经里记载的说，这个池啊，一年有一次，天使来搅动这个水，那么这个水流动的时候呢？ 这个有第一个病人进进去，他就好了。那么其中有个病人38年，在那等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，知道他在那等了38年了，还没有轮到他，所以他就问他说：“你愿意好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个坛子，水动的时候没有办法下去。” 我要下去以前，人家已经先下去了，也又没有人能够来这里等等我，等到那个水动的时候把我推下去，所以我等了38年不能好，因为它是坛子，它英文呢叫做 invalid 好像是，invalid 是的，坛子它就叫 invalid 就不能动。 他不能动，38年不能动，所以耶稣就说：“你要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要好了。”那你要好就起来了，拿着你的坛子回家去喽。他一起来了，他爬起来，拿着坛子回家去了。OK， 当然后来那个故事很长，那个法利赛人啊，加法师啊，就问他：“啊，今天是礼拜六，安息日，怎么你拿着坛子在街上走来走去啊？” 这个违背摩西律法，是他说是有人告诉我叫我拿，我在那里躺了38年，哎，有人告诉我叫我起来拿着我坛子回家，我就拿着我坛子回家了，我都没有考虑今天是礼拜几，OK， 然后他说那是谁啊？他说我都不知道，后来他知道那是耶稣 ，OK， 耶稣叫他好了，后来啊，看这里。 后来在店里遇见他，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不要再犯罪，看见吗？这一句一定要的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坏的事落在他身上。”所以最主要是记得，我们长大过程中会犯错误，但是不要常常重复一个错误，不要重复。 因为重复来重复去啊，有一天你变成犯惯了，好像有时候有人家赌钱了，赌了上瘾了，没有办法戒，啊，吸烟吸到上瘾了，没有办法戒，所以不要再犯罪，你现在好了，所以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坏的事落在他身上，这是很有道理的，啊，他的 less and worse。 在 before the 就是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，《约翰福音8章3到11节，
这里讲到法利赛人和教法师抓了一个正行淫的妇人，来问耶稣说：“根据摩西律法，要用石头打死他。”问耶稣当怎样办他？他们是用这个来考耶稣。耶稣啊，你讲救人、帮助人、慈爱，好了。 现在我们抓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，这也可以记得旧约的时候，他们的时候，你要抓人家淫乱，你必须正行淫，看见他行淫的时候，他讲你必须看见他行淫，然后你才能够算抓到他，然后来问耶稣说：“摩西律法规定。” 我们要把这个妇人打死，用石头打死。那么你说我们当怎样办呢？他们用这个来要来抓耶稣的把柄。好了啊，这里还有一个错误，你看见知道有个错误。如果他看见这个妇人正在行淫，那个男人在哪里呢？怎么那个男的不抓来呢？明白？ 你要记得，信耶稣的人需要有什么正义感？你看到这里就知道这些人不正义，明白吗？你行，如果看见他行淫，明白吗？那你一定看见那个男的在那里哦，那怎么抓那个女的来？他不抓那个男的来呢？通常我们是先抓男人哦，是不是啊？上帝说。 这种事我们是先抓男人嘛，对不对？<笑>然后慢慢才抓到女的。那怎么他们抓女的不抓男的啊？不行啊。OK， 那么这总而言之，圣经是这样记载。OK， 如果我是他们，我先抓那个男的，先把他打死了以后，才慢慢去抓那个女的。Michael， 对不对？ 啊，你根本不敢抓了<笑> ，OK， 因为他正在行淫嘛，这也不行。所以其次啊，连他们也要打死，他们也应该被打死。为什么？他们不公正，这也是犯罪，不正义，明白？他们碰到我，他们就糟糕，连他们都要死。<笑>所以他们还是碰见耶稣有10倍。 他碰见我，他们都要死。我就问，那么你们看见他行淫乱，那么男的在哪里？啊，你们犯罪了哦，先把那个打死。<笑> OK， 是他们犯罪，因为他们是个不正义。<咳>所以上帝恩待我，我没有做法官啊，我做法官很多有人告都要死掉了，<笑>那个有人告都麻烦了。 他告都不正义，我连他都要坐牢。OK， 那是正，这是才是正，正义的嘛 ？OK， 好了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没有犯过罪，唯道信，唯道信，谁没有罪，就先拿第一块石头打他喽。”哈，厉害！哈，还是耶稣聪明，一句话就行了。 这句话的厉害，简简单单一句话。那好呢？你们里面哪一个没有犯过罪的，没有罪的人，先拿一块石头打他身上，带头咯。啊，他们听见了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讲了以后，他就蹲下来，在地上写字，在地上写字，不踩他们了。哇，厉害！ 我最喜欢这个，上帝恩待我，我从小就喜欢说这个。OK， 人家围着我，我就安静坐在那里，看着他们，没有什么动作我都没有的，看他们要搞要怎么搞。他们听见这个话，就一个一个离开。最巧妙是这里。 最妙是这个，非我很欣赏这个，从小的到最老的，从最年轻到最老，非常厉害。
非常有意思。 OK， 每一个都走掉了，每一个，一个个走掉。耶稣问妇人，他们都去哪里了？耶稣就起来了，问他：“哎，妇人啊，他们去哪里了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没有啊，他们都跑光了，一句话就行了，一句话他们就跑光了。” 然后呢，耶稣就问他们都跑掉了，请记得吗？耶稣说啊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其实这帮人这里啊，只有耶稣能够定他的罪，因为没有罪啊，就是他，对吧？只有耶稣自己，所以这个妇人非常有福气，啊，非常有福气。 他说：“耶稣说啊，我也不定你的罪了，回家去，记得这句。每一次耶稣都这样做的。我先这一次赦免你了，不要再犯罪，非常要紧的。”啊，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那里开车，前面突然间交通意外。 所以我就停下来了，后面有一部大卡车，停来不及停，但是碰到我一点点，碰到我车后面一点点，我下来看看，一点点，他们叫做 dent dent， 啊，一点点进去，我就。 告诉他，那这只有一点点，我不搞你了，我算了，放过你了。但是呢，希望下一次如果有人碰到你一点点，请你也让他去，我就加这一句，明白？ 就是这个世界可以免很多麻烦吵闹，所以我说这只有一点点，算了，下一次如果有人在后面呢，也碰到你一点点，你也放过他们了。OK， 我是这样做，上个恩典。还有一次在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里，我慢慢开车在看哪个地方有位，有很多车。 有个人推出来，插到我后面，然后我下来看看，哎呀，也是一点点，他们说一点点，三两点没有撞大，然后我就说他赶快跑出来，很害怕，我说不要怕，我看看，划一划，看看手，摸摸一下，我说差着一点点吧，算了。 我不要你赔，他很感谢。当我说，请记得，下次如果有人差你一点点，你也算了哈，好不好？他说好好好好。<笑>啊，记得有时候常常要这样学，明白？教这个社会好一点，这些身外物不要计算太多。 理解吗？你的生活大家都好一点，那一天呢、啊，大家都快快乐乐，一点点身外物没有问什么问题，不要大吵大闹。张弟兄，你的新车要小心啊！<笑>这里一点点，那里一点点，<笑>这都皮一样。但记得这个身外物上点恩典，OK？ 我常常每一次。 哇，时间到了 ，OK， 感谢神恩典，我已经刚刚够了 ，OK， 上帝赐福各位，谢谢。今天下午有聚餐，希望你们能够来，谢谢，再见。